你在面对些什么？我问你没回复。如果让你自己能在他们三个选，你会想跟谁合作？朱深，我们俩合唱就是美上加美。话无处可说，有些话也说不出。她的音色简直，我觉得就是美，美和漂亮又是两回事，她真的就是很深层次的那种美。你会哭，快让我领悟，我不想你。有些美是你会觉得哇塞漂亮，可是她的那种是，她美就很入心的那种美。浓烈的蔓延的那种美，就是很浓烈，但是又会慢慢的那么洒开的那种蔓延感。